两位有什么问题？两位啊，你们准备准备要什么？准备什么？没有，因为其实这实验是这样，就是我本身呢是一个很容易晕的人。哦，晕船晕车。晕船晕车，就是小脑好像不太好。所以我们做这个实验呢，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那种坊间的都市传说，民间疗法，对，民间疗法，看可不可以在不吃那个晕船药的状态下止吐，对，止吐，哦，止晕止吐，你也是很会吐的，我本身是不太会晕船，听说你照镜子就吐了，是啦。哦，那太容易吐了。礼貌的部分，那个主要是这个实验实在太硬了，没有什么人可以接受，就是尽量上传，然后就当一个 YouTuber。所以你们还上传？上传，上传，你们这个厉害了。上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样止吐。来，晕车晕船时经常造成呕吐的症状。今天张立东跟潘颖竹搭船到海上晃啊晃，为大家测试网路流传的止吐方法。现在出发再来五分钟了，已经肚子开始有一点。我现在是肚子饿哎。肚子饿。对啊，吃早餐啊。吃个早餐。要求，他们最棒的啦！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提供早点给我们，哇！哪来这么好？他提供早点是为什么呢？希望我们早点吐啊！哦，有感了。925号，真的有早餐吐爆，有那么好吐吗？我们来开始试验止晕方法。那就大热四人吧，快速止晕法。不会这样吐，想吐，先看一个图。快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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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速要干嘛？抓快速做这三个。我觉得没什么用，而且会加速我想吐了。这个会更想吐，因为这是快晕法吧？那根本不止于脚底能量释放法，用叉汤匙刮脚底流通去。不是有味道出来是对的吗？我更想吐。那味道。你先感受一下，这个也没用。随浪花摆动法，跟着音浪，跟着浪花节奏上下摇摆。什么意思？雷迪龙，请看这边。为什么船上有弹簧床？随着浪花跳弹簧床摆动。应该会落海吧？掉到海里，你会更晕吗？更晕啊！对，一直在晃。对啊，然后下海的时候，哦，更想吐。哦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烂死了！烂死了！老老躺好床。斜翼回流板，把脚抬到比身体还高。有吗？不是，因为在抬的同时，船还是很晃，离那个船板很近。哦，很晃。我跟你讲这，我跟你讲这。啊！这更晃，因为血液回流吧，失败。我觉得我的血全部都冲到了脑袋里面，有脑充血的感觉，不舒服哎。吐了吧！哎呦！哦耶！哦，我都想吐了。弹簧床了。弹簧床太烂了。我这个血液回流法太烂了，应该。那个鱼都快翻肚了，大床不能试。刺激触觉法，什么刺激触觉？健康步调上面跳十下，离开摄影棚，然后离开地表，在船上，还有健康步道。比尔是来搭日本是好的外籍。到底我们是得罪你什么啊？我的冲浪板哦。我一脚好痛，你怕呀？啊，
像就不想吐了，我不想吐，我不想吐了，这是什么小确幸？真的，真的，快拿走，快拿走！哎呀，撞撞撞撞撞好我撞！哎，等一下，跳跳跳起来！快跳，我看帮你跳！可以，跳！一二三，跳！再跳！一二三，跳！再跳！加油！一二三，再跳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痛！你是不想吐了？我想哭。指晕手环、颗粒物、按摩穴位、按摩内侧里面有凸凸的东西，然后呢要放在手腕下面三个指头的地方，三指就这个，有一个穴位，手三里来。这个有用，一定是有用。哎，团购，团购，因为你已经都吐完了。最后一个方法，生姜止吐法，吃一根生姜。阿狗会吐啊，阿哥吃生姜。哇，海上真的有生姜，哇，这是一大，这是鹿角是不是？哪里来的？好大，所以叫克。好。我还要做好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晕了，真的需要止吐。这荒谬，我怎么直接吃啊？好臭，很呛啊！不行吧？还是闻那味道，那味道是蛮好闻。闻啊！超好吃！好呛啊！我不想吐了吗？吃完一根生姜，我觉得那个性感好像暂时已经远离我了。真的假的？生姜止吐法，五号有效。大人们非常荒谬的测验十种止吐方法，最有用的是生姜，但不要吃一整根，半根就有用了。我是觉得你那个痛觉刺激蛮有效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又想吐。对，它就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就是这个。弹簧床，我不行，我看到它，我连看到它我都想吐。我爱弹簧床。有没有看到？你觉得生姜是有用？生姜最有用哦，它可以有点压低那个恶心感。你在船上你不可能有生姜的了。对，所以我才说荒谬嘛。哦，所以可能如果真的没有止晕药的话，生姜我觉得还不错。宪哥，我现在有点晕船是正常的吗？哎，为什么？你是被臭到晕了？你知道我旁边一直飘来不是醋的味道，就是那个臭猫的味道。还好吧？那摇滚区啊，为什么会晕车晕船？就是我们大脑的前庭跟我们的视觉不对称，不对称，因为我们前庭感觉到晃动，但是视觉，例如说你没有看远方啊，你一直看固定地方，你大脑在那边晃，你视觉没有晃，它就产生不协调。你看这个就科学。所以如果闭一只眼睛可以吗？一只眼睛睁开，一只不好，效果不好，对，可能会更晕。对。